上哦，那个连接资料库这部分呢，其实复杂度很算蛮高的哦。主要原因是因为第一个牵涉到后端资料库，你类型很多种，也许你可能是最基本最简单就是 SS 哦，2003、2007甚至2010也有2013的版本。那不一样的版本，那连接方式稍有不同哦，所以要怎么去连接？第二个的话，你要如何从 Excel 这边去连接资料库，并且把资料库带过来？那当然哈、哦，这个复杂度很高了，所以我就取一个简单的。然后呢，因为这个部分呢哈，我也整理了一些东西，因为这几年有上到这个部分，那其实会牵扯到太多，所以我慢慢就把有一些可能不相关的，跟我们这课程不是那么直接关系的部分呢，就把它筛选掉。反正就是最重要，我们可以怎么样把资料查到？第一个怎么样把资料放到 SS？ 第二个的话呢，怎么把资料从 SS 里面呢，把它抓到 Excel 里面？第三个呢，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筛选，把资料查到之后放到我们 Excel 里面来。我想这个是一般最基本的需求哦。那怎么做？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在那个 SS 在Excel 里面 VBA 里面哈，如果要去连接那个 SS 资料库的话，我们会需要用到有一个物件哈，叫做 ADO。 那这个 ADO 呢哈，就是你在执行的时候，它本来预设的状况哈，它不会引用进来，你必须要怎么样呢，先把它引用进来，你才可以使用它。那怎么引用哈，工具里面有个设定引用项目，记得把这个什么呢， Microsoft 的 Activity Data Object 2.8 的一个 library 就程式库、啊、你要有这个程式库，你才可以去存取什么呢，存取这个资料，这个资料库才可以具备有这个开启，比如说查询、新增、修改、删除的各种的这个、啊、这个功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实际上、啊、这应该是如果你的版本不要太旧，应该 Windows， 像我们现在用的是 Windows XP、啊，就已经提供了。那它应该这个更新的版本会有更新的版本，应该不会有问题。 OK 哈，那这个地方的话，第一个要设定这个部分，你程式还可以撰写。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在程式里面在把资料抓过来的方式，我已经给各位 source， 但是这个 source 其实还蛮长的，基本上通常你可以把它拿来当范本拿来修改，不然的话叫各位要重新要把它 key 一遍，可能出错的机会会蛮大的。那等一下会跟各位讲怎么样做复制贴上，反正就是至少你要改你应该改的部分，可以把它从资料库里面查过来，大概就基本上应该至少你可以满足基本的需求。那首先的话，第一个我们在做这个动作之前呢，要先建立 SS 资料库。那 SS 资料库的话呢，第一个我们怎么样把原来的资料，比如说我们刚刚的资料好了，在这个地址的这个工作表里面，那我们第一个当然把这些资料通通先放在把姓名到地址这个部分好了，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怎么样把它快速的放到 SS 里面去变成资料库。因为 Excel 现在是工作表，它不是资料库，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呢有大量的资料要放在 Excel， 其实并不适合哦，一般会放在资料库。那资料库目前最简单最基本就 SS， 但你可以用像微软还有更大型的 SQL Server、哦、你也可以放在 SQL Server 或者 Oracle 等等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放到资料库里面去、哦、并且可以把它再跟资料库连接把资料取回来、哦、这第一个，就大量资料呢尽量还是不要放 Excel。 第二个就是说